一开心能量都是往上走的，你每天都是不开心的，你的能量就一定是往下走的。你看谁喜欢一个天天揪着个脸闷闷不乐的人，谁愿意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啊？别说人不愿意啊，猫儿狗都不愿意，事情都不愿意。所以人呢，要调整自己的思维，调整自己的认知。你的思维和认知变化，你整个人的状态都在变化，这个时候你整个生命的轨迹就变了。那改变命运的方法其实真的好简单，你就从改变自己开始。